迎来到阿比先生频道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礼物的。好，那我们先从第一台车开始。我们先介绍这一台。这一台礼物在这里。第一台车是兰博基尼。这个颜色比较好看，对不对？可以开门。你看，还可以点汽车就可以上去，然后跳。小声点。你看还可以跳，上车把门关起来，这台车是铡刀式的，开门，然后还有，四个，然后我们第一个先去 Google 海洋公园，左转对不对？路线指南开始。片刻之后向左转。加速器，一定要用这个警笛才会有那个跑出那个蓝火，就像这样。一直走到下一个指南。超车。过了一会右转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了海洋公园。你看一下吧，它的功能，这个是颜色。然后先把它用打停下来，加速器。只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看的，白色蛮好看的，红色我也觉得蛮好看的啦，只是不适合用来警察。这是我的。所以我们就跳过，绿色当然就是最常见的颜色啦，它就配了这样。这个红色我也不太喜欢，黄色可以啦，黄色用来当警察的也蛮好。在这个可以修的，来示范一下乱撞，然后先开，加速度。前进了，来撞，还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我们先把警笛关掉。那我来按这一键。车轴坏掉。好了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去看那个这个的。就在这里，对，在第二台，这一台的款来看起来的
这一台的礼物在哪里？基本上我喜欢灰色的。好，现在介绍它的功能。这一台车啊，一样是刚刚我有介绍过修理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它可以自己调前轮后轮有没有滑，然后高度可以自己调。嗯，有没有那个高度起伏？高度这样，抽烟的意思，抽烟不是车子会抽烟，抽烟是这样。妈，你们小声点。来，我示范一次，四轮驱动，加速器开，然后这个。如果我们抽烟用到全满的话，有。他就是甩尾的时候会有烟跑出来，不过不知道怎么这一次居然没有。有，这是那个这个浓浓的烟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。好，然后这台车是实在有点太快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停回去吧。这是它的内装，我是觉得内装蛮好看的啦。只是我看过在这里有人改的别的东西，还有人把它这个改成计程车。不知道怎么用的，还有这台车头太长了，看一下，两车都很长，对不对？跟那个宾士很像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次要去哪里。这一次的礼物是加油站，也是往左边。路线指南开始。你开小声点。自己只能右转嘛，那我就比较好。如果你们真的要遵守交通规则，你们就自己去遵守。然后这里就是要打方向灯。片刻之后向左转。这里不好。闯红灯吧。然后这个方向灯，这个都不是照片。嗯。走到下一个指南。我不知道老人反应哪里，如果我们这样发现那老人反应，还有这个车顶，那里看，还有后车厢可以打开，空间小的，那我们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再来我要超车，因为这次的路程真的比较远。撞他了，撞下去了。哦，兰博基尼呢？我们要走了，逐期发现。嗯，哦，放大 CRV 耶。法拉利，然后这个路线怪怪的，真的应该是往左转。哦，到现在才出来。然后来到加油站了。路线终点指南。你看这个 A98-99290，那韩国还有90哦，我们台湾只有92-95-98而已。可是他们居然还有90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让你们猜，看看到底在哪里。你们绝对想不到，答案在这里。这个就是那一台车的。在这一台是要去玩那个的，是要去玩这个东西的。刚那一次玩是好不容易才完成的，是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成功，所以我就大概介绍一下那个地方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点怪怪，就是在这里，要在这里过关才能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下一台吧。在这一台的礼物，这一台礼物的地方会有点惊人。啊，一拳。这一台礼物会有点惊人。这一台看起来好像是迈拉伦的车，然后里面内装是 OK 还 OK， 这个一样都是可以，还有敞篷的。等下让你们看一下，对，今天的那个在快点快点，机场在机场，这个在机场，机场你们不觉得这个机，听到它在机场有点怪怪的，是真的。我也真的觉得在机场真的有点怪怪的，经常早才发现居然就在机场，片刻之后向左转，超神奇的。那我们就抛开了，一直走到下一个指南，也不想浪费时间了。原来这个不是，原来这个是有回跑的。我200了，260，也270，290，80，看看那个到那个直线可不可以破300？向左转。哦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飞起来呢，太夸张了，居然飞起来！哎，然后你看这个怪怪的哦，它这个的甩尾的线，它那个轮胎线怎么会是立体的？这个真的有点怪怪的，连我都觉得很惊讶。这速度相当惊人。过了一会右转，前面有减速带。甩尾。四个轮胎，对，确定是真的是四个。撞到，刚根本没看到，刚还在忙着换镜头。路线指南，快点！在那里，要快停快停！这台刹车是有点不好的。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一个礼物？有没有？超惊人的，对不对？那里居然有一个礼物，就是那台迈拉伦的那个，应该是迈拉伦的。哎，对，这一台，说到这一台也是铡刀式的开门。对，下一台，这台两宝坚尼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给我的。再来接一台，最后一，再来是摩托车的，紫色不好看，我觉得红色不好看。好，那就去了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是没有那么惊人呐、啊。这个地方应该很多人都知道，就停车场而已。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都是要往左边的？下一次是往右边的，下一次不是再往左边的，玩小心一点。不可以这样，这个，这个镜头是我最喜欢的镜头，是有点难。这个
然后那台 CRV 是旧的 CRV， 所以不要说我是骗人的。要从这里进去才可以，你看。然后等一下用重新。不过摩托车是不会重击的，这还重击。听说是在停车格哎，听说是在停车格，然后不着急的，所以我们先去看一下二楼的停车格在哪里。等下我删，等下这里，那看一下这里。诶，在这里，居然在这里，最后一个了。这一台，这台其他只是真的颜色白色，只是我给它改红色了，灰色不好看，红色最好看了。那这就我们最后一台车了。这次没有路线，这一次就是要一个一个看的，所以要先右转再左转。对，我拍完了。啊。我上传到我的频道，我这一集拍。你有频道？有啊，我有啊。叫我爸帮你上啊。这是消息。右转先左转，对，看一下他那里，主要是方向盘不知道哪个。EMOTORS， 然后下面又写青叶 KAN。那他这个，他的刹车灯是外框的。那你看这个，你看就这样。好在，那就不要管他了。先右转再左转，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路线，还要再右转，因为听说是在一个灯塔附近，可是这附近这地图根本是整的，你这附近有一二三四个灯塔。路线指南开始。这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指导结束。没有四个灯塔，真的很难知道。没有，它这个是两个的，然后它尾翼。它尾翼好像是会升，它尾翼不会升起来，它只有这个，它一定要你按它才会升的，然后刹车它也不会转向，它就只会这样，然后要到了，有没有看起来很帅有没有？有第一个就是，哦这个真的实在有点惊人，第一个就是了，就用力给它撞下去，可是撞不到。就这一台是道路驾驶考试，我真的很想要这一台。然后再来就是送给了，是什么？布加迪这一台我们先测一下速度，这台超快的。等一下啦。然后我们就去一座桥，就在附近啦。然后那座桥是可以通往别的地方。你看它这个仪表板，那这是自动升起来的，太快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来测一下它的速度。糟了，这个宕机，重新开始。
转前面。乌贼太快，刚不小心开太快，然后飞出去，飞到宕机的地方。什么？这个转了一下就。这里来，我们来这里测直线。我来这里测直线。我仪表板动好快了，会撞到。现在速度相当惊人，这300了，可它只能停在280。340、350，哎呦，根本刹不住哎！需要那么久的刹车距离，来表示这一台真的很快。嗯，方向盘就写一个 B。你看这仪表板动超快的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刚故意逆向？我这次也要逆啦，300。我306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有在高速公路啊，我真的我没有在山路啊，怎么在这里？难道？关去海洋公园。哎！啊！可恶，没有成功，好吧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